挑战您知识的极限，大家好，我是陈雄威。哦，天气这么热啊，大家出门在外真的要做好这一个呢防中暑的一个工作、啊，因为呢台北市啊就在星期四的时候创下了这个百年来的一个新纪录的新高温纪录39.3度，而且这个高温还会持续好几天，就算在今天中午呢，温度也是高达37.9度，所以呢我们要担心的就是我们民众一般生活就要担心，这在未来会是常态的现象嘛？这么热要怎么面对呢？我们先介绍来宾，首先欢迎的是资深的媒体人王瑞德。雄威好，大家好。资深的媒体人胡孝成，大家好。还有媒体工作者康仁，雄威好，大家好。还有文史工作者于远炫，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文化大学地资系的主任杨之远，大家好。好，这个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其实就在8月7号的时候已经是立秋了，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夏天已经快要结束了，要准备迎来秋天了。但如果你打开门一出去，尤其是白天的时候，晒都会被晒死，还秋天呢？到底为什么这么热呢？我们先看新闻。台北街头随处可见海市蜃楼，强光折射街景，一整个扭曲变形。一大早就热得像蒸笼。年轻妹妹有本钱，身上的布料轻薄短小，但也有人怕晒黑，把自己包得密不通风。尤其是机车骑士，口罩、外套加手套，等红灯时一定要来卡这个位子。红绿灯架下的阴影超抢手，不然就是往边边的树荫躲。周四飙出39.3度后，周五一样很热。但台湾到底会不会热破40度？气象局表示，这是极端温度，几率毕竟不高，但也提醒民众，高温破37度就已经很不舒服了，一定要防晒再防晒，多喝水。哇，热到这个样子，到底怎么受得了？瑞德哥，特别你们这样白天常常要跑公告，对，没有错。这个雄威啊，昨天是88父亲节啊、那本来破的，本来要往上冲的是到38.8度、你知道吗？然后后来又说冲破39、然后突然间就39.3度、创下台北百年来最热的记录。真的，39.3度，昨天尤其到晚上10点多11点的时候呢、外面整个台北还是很热，非常的热，因为它散热不易啊，所以还是很热啊、那在这种热天里面呢，我们要特别呼吁一些从事一些户外工作的啊、我每次看到一些人呢、他为了 一天可能几百块，像现在那个人行立牌立那个建设公司的、尤其是周休二日马上要来了，礼拜六礼拜天，很多的这个建设公司的那个推案呢，他希望有人去看房子，所以都会叫人家立在那边嘛。路上很多，这个叫派遣工啊、很多的派遣工的这个老板是没有什么良心的，真的啊。在建设公司可能给他一天2000块的话呢，到派遣工手上只剩下800-600，你知道吗？他们要站着站一天。刮风下雨大热天，他们还是站在那边哦、然后呢，就是一瓶水这样，其实这是很不人道的。没错。所以今天有人在跟这个行政院长江宜桦提有关于所谓的热浪假、其实并不是概念，并不是说真的哦，到了几度我们就大家放假，不是，不是这样，而是要注意在户外没有冷气情况下呢，这些人要避免中暑、热衰竭。热衰竭跟中暑的状况呢，你以红中秋就可以做到最大的例子。对，真的，这也是个例子。所以呢，表示那是很可怕，当它发作的时候，然后呢，这么热。这么热会有什么现象呢？那个我发现哦，我发现因为我是嘉义人啊，在嘉南平原的热就是很热，太阳直接晒在你这边，对不对？但是呢，他们下午会有一个雷阵雨，冰冰冰冰下了以后呢，哎，突然间秋就凉多了，非常的舒服这样子哦，它的热是直接晒在身上的。高雄的热也是这样，可台北的热不一样。台北的热是一种闷热，闷在里面，对不对？就像一个鸟笼，因为它个盆地嘛，就像一个鸟笼闷在里面，就你有一直待在炉子里面，郁闷不舒服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台北的热是这样，所以感觉上更不舒服哦。那这种热呢，会让柏油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呢，这几天柏油路好像都快把柏油给蒸的那种热出来了一样，你远远的看，好像那个马路上都会有蒸汽都烧起来这样子哦，会有那种感觉。如果你用摄影机一拍摄拍照的话，你就会发现，好像有点那个蒸汽的那种味道。那当然也会造就了一些相关的那个等于说行业呢，它会因为这样大发力势。饮料店哦，我这几天发现卖冷饮的，对不对？对。哇，白嘎哦，那天带小朋友啊要去买个饮料，说竟然要排半个小时以后才能够买到那个饮料可以外带这样子啊，吃冰。冰店也是哦，冰也是生意非常的好，这叫大发利市、对，然后另外其他的素食业呢，因为太热了，不想出门嘛，不想出门怎么办呢？外送，然后外送当然你没有到达，比如说400多块钱、几块钱，你就要加70块钱什么什么外送费嘛，那就想办法把它凑足哦。外送几率听说超过30%增加它的业绩，大家都不想出门，所有的冰店、饮料店全部都增加2倍以上的业绩了哦。不过还是告诉各位，最热的时候呢，是从大概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这6个小时是非常热
的哦。如果可以的话，尤其是老人家，为什么呢？因为进产的狼对不是没有时间限制的哦，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关心一下你家里的老人家呢，他的身体的状况，以免到时候呢中暑倒在田里面都没有人知道，然后现在被迫还在那个大马路上面呢讨生活，骑摩托车还是靠门车啊，没有冷气吹，还是必须在外面的这些 sales 也好，各行各业也好，大家要注意自己的生活。不过还好的是，菲律宾那么附近呢，又来一个低气压台风嘛，所以虽然或许不会直接侵袭台湾，不过按照气象局他们公布的话呢，下礼拜一二靠近台湾的时候呢，有机会让我们下下雨，整个台湾呢下下雨，然后温度就会降下来，这个热浪呢可以暂时获得一点的平息跟喘息的机会。对，就是如果下下雨的话，看能不能比较舒服一点呢、啊？不过现在这个夏天呢、啊，到了现在过了八月都立秋了，还是这么热，大家就不仅担心这样子会一直热下去吗？还有为什么就会像刚刚来宾讲的这样，在台北的热起来就特别的不舒服呢？那我们不管是从政府或者到民众又有什么样的因应之道？我们今天有专家就问一下杨教授啊。那在政府方面呢，我们建议的很多年，就是政府要做的就是发布热浪预报。哦，高温跟热浪不一样。在联合国的或者是我们气象学上的定义，就是温度达到35度，我们就说它是高温，就高温了。热浪是它持续性的高温天气，我们就叫热浪。所以高温不可怕。但是热浪最可怕，就是一直长期的这样哈。哎，全世界各国啊，从法国在2003年了八月份热死了这个将近2万个人以后，欧洲那一次大概是热死了4万人，这是全世界大概非常在我们气象历史上是很有名的。那么这政府来讲，我们发布热浪预报，就是一发布以后呢，那么当然地方政府就要采取一种社会照顾制度。日本啊，其他国家都是一样，都有参考的。他有志工哈，他就打电话配合政府去打电话给这个独居的老人，或者需要照顾的老人。然后如果有需要的，他会派出车子或者是这个运用地方的这个政府的资源，把他接到有这个空调设备的地方。就有必要的话，这些都要做了。譬如说里长办公室，譬如说我们 Seven 啊，他这个空调都很好的，因为现在台湾经济情况还不错啊。那么台北市来讲，我们有这么多的市立医院，那么在这个热浪一发布以后，台北市的这个联合医院啊，就应该可以要设立啊中暑的紧急应变的一个门诊，让这个中暑的人，这个遭受到这个热的人，他很快可以到医院去就医。那这个另外一个，就台北市去年做得很好的，就是利用巴黎污水处理厂的这个废水，然后呢喷洒这个道路。去年的效果非常好，因为喷洒道也会降温啊。这个喷洒到这个马路上以后呢，马路周围的街道呢，它温度马上就会下降。这是在这个温度极高，像这几天哈、连续大概都在37度以上哈。这个地方其实就可以应该做、应该可以做，因为全世界都这样做。这个我们台湾还没有把它作为制度化。对。那个人方面的话，就是年纪大的人少出门，家要注意有没有空调。年纪大的人通常很省钱。他不愿意开冷气。那家里面有人照顾，另外就是我们出外出的时候要注意这个我们的服装，黑色的服装啊，像我们在座很多来宾都穿黑色服装，黑的不是应该这个就稀罕不太好，越单薄越这个白色色淡的，另外不要喝酒，但是这个不能喝酒，不要喝酒啊，喝酒它的热更厉害，这个通常我们上网站啊，对于这个什么热浪啊、中暑有紧急的应变，它都有这种资讯，那就是说你个人稍微注意一下。刚才这个瑞德兄讲的，就是发布热浪预报以后，高温的警告以后，这个户外活动的人啊，我们这些老板有点良心啊，就在这段时间尽量避免，不要出工，因为那好像待几分钟就有病变，就很危险了，对吧？对。好，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呢，有专家建议啦，就是如果再来呢，可能呢，每年遇到暑假的时候，这样的天气都已经是一个常态的现象的话，或许从上到下，大家呢都要多注意一点，因为毕竟这关系到自己的健康。而且呢，说真的，不是只有台湾这么热，特别是今年啊，从去年开始好像就是这样子了，好像全世界很多地方、很多国家都有这种刚刚来宾讲的所谓热浪侵袭的现象，比较严重的甚至呢真的就是出了很多人命的悲剧啊。
孝成哥啊，对，没有错。嗯，那现在中国大陆的话也是真的是热死人，现在也是热死人，不是只有我们这边。对，上海已经连续三天已经都超过40度了。哎呦，我们是39，就是破百年纪录，他们是40以上。是，他们就是连续三天超过40度，那最高到42.2度啊，破了140年来的新高啊。那怎么受得了啊？真的，这受不了，你还是要过得下去啊。那在他没多远的地方呢，还是算有点距离，不是没多远啊。另外一个地方在哪里呢？在那个我们的前总统先总。总统有没有、啊、那个蒋介石的家乡奉化哦，课本都有教，课、本都有教，对不对？奉化有43，就是余晖往上游的那个地方嘛，43.5度啊，因为那边也43.5度啊，43.5度啊，那鱼游到一半的时候逆流而上，一半的时候被鱼汤了，就有可能也差不多就熟了这样子、哦、然后之后呢，也传出来很多的一些灾情，像这个。逆流而上变鱼汤没什么了不起、啊、真的、啊、江西的河床都已经完全被干枯掉了、嗯、甚至有很多的鱼变鱼干，直接这鱼干真的就被晒成干了，对，就在河床上面。另外呢还有什么呢，在无锡那边的话有一个北北啊、哦嗯、走到一半不小心摔倒，这一摔倒之后呢，在晒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没、啊、摔倒没有起来啊，没有起来之后就被烫伤了这样子、啊、然后身上有2到3级的一个烫伤啊、嗯、这都是蛮恐怖的哦。对，那除了所谓的那个中国大陆之外，在他隔壁那个国家有没有日本啊、哦、日本怎么了，日本的话日本已经纬度蛮高的嘞，纬度高没有用啊，它还是一样热啊，还是很热啊。它到它已经目前为止有34个人，因为有没有太热了，热死掉了，真的就被热死掉，热死掉。当然这很多是属于那年龄比较大，刚刚教授有讲，就像刚刚有讲，对，有很多是属于年纪比较大的这样子。然后呢，还有2.9万的人有没有因为太热中暑有没有，或热衰竭然后住入院？哎呦，你看它已经快到3万人喽，这么多人啊，是。日本其实它是一个很注重这种随着降温的这个同样的情况下，在台湾我们有办法应变吗？我们到目前为止真的是就像刚刚杨教授讲的，就是呼吁政府相关政府哈，你真的要注意到这样的问题。但美国也是一样啊，美国也是过去的美国那边目前没有，因为夏天啊入夏以来被热死了有6个人。六个人，这样有这样感觉，听起来好像跟刚刚什么动辄就上千上百。而且知道美国大陆事实上是很大的、啊，它是非常大的，它可以做一些什么温度的一些调节啊，这样子哦。那不管怎么样来讲的话，有没有？的确这几天台湾也真的很热哈、哦嗯。那我也要呼吁很多的新闻台，拜托，我这几天已经看到从龙冰块有没有到烤培根有没有？然后呢，昨天还看到龙冰块烤培根、啊，对，还有人放在地上放一只虾子，说烤虾子、啊，这样也可 以烤起来。就在没多久的话，大概就会烤玉米或烤芋头了，这样子。哦、拜托不要再烤下去，我们知道、哦、不要再烤，好不好、哦？这种那样的表现方式真的非常蠢。哦，好，这个是孝成哥的一些建议啦。不过我们就是讲啥，过去啊，还记得现在的温度这么高。过去在台湾一般给人家的印象应该是四季分明，但是呢，可以感觉出来，今年很明显，冬天冷死人，夏天热死人。好像呢，那个以往调节这个气候的这个春天跟秋天这两个季节好像不见了。所以呢，是不是整个地球的暖化的效应呢，一直这几年来越来越严重？今天就有国外的媒体啊，也曝光了一张这个照片，刊登一张照片，蛮震撼人的。就是呢，一只北极熊，很无辜的北极熊，竟然呢疑似走了200多公里的路，还是找不到吃的，竟然就活活被饿死。这个都要告诉大家，这个地球的暖化现象真的很严重嘛？先看这个新闻。您现在看到的是这样，你没看错，看在脸上这块可不是毛皮地毯，而是一头瘦到只剩皮包骨、身上没有半点脂肪的北极熊尸体。专门研究北极熊的挪威科学家们，今年4月在挪威什瓦尔巴群岛南区才替这头16岁北极熊做过检查，健康情形良好。没想到才短短3个月，胖嘟嘟的公熊竟成了瘦皮熊，而且是在距离它正常活动范围外约250公里的北区被人发现尸体，死状甚惨。专家研判，北极熊应该是饿到体力不支倒地，就这么一睡，再也无法醒来。好，看的是让大家非常于心不忍的，但是地球暖化的问题呢，就是很严重。就算现在感觉到这几年来好像全世界都有在提倡节能减碳啊，甚至还要签公约，但感觉下来好像呢，好像跟民众的感受还是不一样。每年呢，全世界各地还是到处在热死人，所以这种暖化的现象，我还是问这个专业的这个杨教授怎么看呢？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北极熊啊，对，因为缺乏食物饿死哈，这个是蛮耸动的哈。那么在最近这几年，我们看到最清楚就是北极的这个冰川呢、啊、溶解的非常快，对它的碎裂化。那我们在过去在生态学家调查都已经呼吁，如果说暖化持续，北极的这个冬天哈、啊，它的这个冰块溶解很快以后，对它上方的气流啊会影响，
也就是说它上方的气流改变以后呢，北极本身下雪比较少了，反而是在它的这个高纬度这个英国欧洲一带，这个在西伯利亚这一带啊，它的雪下的多，那么在北极本身它就雪就少，这个有雪跟冰啊有差别，那么北极熊它要这个寻找食物的时候，我们希望雪多，在雪里面它可以吃到它想吃的植物，或者吃到就还不一定是吃海豹而已，它还可以在雪里面可以找到食物，因为生态环境改变，温度高，那么冰块碎裂，这个北极熊它要去找食物，它从这个冰块到那个冰块啊，那个距离太长，它要消耗很多的热量，它才能够去吃到它想要吃的东西，对，再加上温度升高以后，那个生态环境对北极熊那个比较耐低、喜欢低温的这个动物来讲，它本身的热量跟体能的消耗是一大负荷，所以这种这样的一个这个讯息出现啊，就是证明说我们的全球暖化对于这种北极这种是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地区哈，造成的生态冲击。但是我们现在讲到夏天呐、啊，如果一般民众我们看新闻啊，要消暑啊，就是刚刚来宾有讲到吃冰啊、喝冷饮啊，或者是呢跑到水里面去玩啊，这样感觉很清凉、很消暑。但我们今天有于大哥在，我们就问于老师啊，那以前的人都怎么样的消暑？就历史上来说，如果遇到这么热的一个情况，那个时候没冷气，他们怎么办？吃冰啊，吃冰，游泳啊，那个时候有冰可以吃。有哦，怎么说？到冬天的时候，那冰那么多，对不对？它还是有冰可以吃、啊。就是吃冬天那个下来的冰。哎，对，其实他们就是在这个在古代的时候啊，一开始的时候啊，你知道他们发明了一种叫做冰箱的东西。冰箱，那个时候就有冰箱。那时候冰箱呢就长这样，它其实不叫冰箱，叫冰鉴。哦，这是什么时候的？这是在战国时代，战国时代的出土的一个文物里面看到啊，它这个它其实是冰箱，类似我们现在的这种冰箱的一个结构。打开以后呢，你可以把食物啦或者是饮料放进去，然后把你准备好的冰呢也塞进去里面。所以在那个时候，就老祖宗的智慧就这么厉害。对啊，因为一样啊，古时候也是天气这么热啊，不是说现在才天气热而已啊。所以古时候人为了这个消暑哈、啊，他还是要准备冰。所以呢，他们有一种采集冰的官员啊，在这个专门在挖冰的官员，专门在挖冰的官员啊，是设在工部，吏户礼兵刑工啊，工部的这些官员呢，他就得去采集。像清代的话，他们就设了18个官窖，冰窖啊，设了18处的这个官窖。大概一年要处理大概25,000块的冰块，而且这个大小都有一定的规定、啊、那甚至那个冰窖的大小也有一定的规定，长11公尺，宽大概6公尺，深1.5公尺，这样来这样藏冰。那你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哎呦，皇帝要是觉得热的时候，还是要皇帝专属就对了。对呀、啊，专属啊，你就用一个瓷盘或者是一个瓷器的容器，把冰放进去，然后里面再去扇一扇，哎，散发这种自然的凉风，自然就凉了。对呀、啊，所以这个用冰的需求还是很大的。可是古代在明清的时候啊，他们因为这个是在紫禁城，北京嘛。啊、你知道北京不是现在天气热空气不好，过去就是天气热空气不好、那个时候就这样啊。对，所以那个时候啊，那个皇帝啊住在那里都住到快发晕、一开始永乐大帝在设计这个紫禁城的时候、他就特别去找人设计这个房子的屋檐角度哦、是特别设计过的，可以遮夏至时候的这个阳光的日影。哇，算这么准啊。对，他要去精密计算，不只是风水而已啊，他要考量到建筑物的在这方面能够起这个作用，所以应该很凉啦、也不会凉到哪里去了，也凉不了，你不过就遮那么一点、只是说他在他的这个房屋的结构里面，他去考量到了这一层的关系、啊、那我们看其实他们就是全面的从食衣住行通通都有这种防暑啊，防止你中暑，然后就解清凉的动作。对，像白居易在唐朝的时候就写了一首诗、叫做何以消烦暑，端坐一院中、意思就是说暑气这么重，我坐在院子里面心静自然凉，这样就可以啊。哎，这样也可以，这是一个境界、但是白居易没有说出一个事实是、他们家啊，从高山那边的泉水引进了一个管子，管子里面，然后就形成一个自然的瀑布流下来。哦，那他家才可以这样啊，才可以通风、别人住在院子里就中暑啦。对呀、那像王维就更夸张，他不是有一个这个什么"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对啊，深林人不知，对不对？他坐在院子里面，旁边都是竹子，竹子会产生风啊，很凉啊、古代不像现在哈，是属于闷热型的那种热岛效应型的热、它就是很凉快，你只要有一个树荫，有一个树木的地方，其实它就很凉。还有就是刚那个杨老师有讲到，就衣服尽量穿的比较
宽松。那唐朝那个时候是不只是宽松，而且是凉快啊。哦呦，他们的那个技术可以做得很好，可以又轻又凉又透。嗯，所以有时候又轻又凉又透哈，就变成说，如果你要防止自己不穿帮的话，可能要穿十几件衣服啊。哎呦，因为它技术可以高明到这个地步，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想象知道说，哦，唐朝的那个时候的生活形态哦，大概是很豪放。可能比现代都来得好我们读历史好像也都是得到这样资讯了。真的，从古至今，大家呢都要想办法寻求最正确的一个避暑之道。挑战新闻呢，先请大家稍后片刻广告回来，告诉大家，在也门呢，我们前一阵子有讨论到，好像呢最近的恐怖攻击的这个警报呢，非常的这个严重，但是他们就宣称他们真的呢阻止了一桩盖达组织的恐怖攻击。我们马上回来。好，美国收到了恐怖攻击的一个威胁，特别现在是在中东也门这个国家这个地方，现在好像随时都会遭到恐怖攻击似的。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这一个威胁是真的，因为也门的政府呢，他们现在就宣称啊，他们呢及时啊，跟电影里面啊正义的一方都获胜一样，及时的阻止了盖达组织的一场恐怖攻击的阴谋啊。肖成哥啊，对，我们从这也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恐怖分子使用的武器哦，它越来越高档，真的越来越真的、啊。怎么说？为什么这么说呢？过去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说啊。恐怖分子有没有？要么就是在那个什么路边，有没有埋了把那个什么炮弹有没有？对，连接的鬼雷有没有？然后来炸美军。嗯、要么就是什么呢？就是呢自己有没有把什么绑了一大堆的那个炸弹、啊，开了车子或者自己找到人群撞进去这样子有没有？人家现在聪明了。现在怎么了？人家现在有飞弹，有飞弹啊！对吧？怕、啊，真的很恐怖啊！对啊。这其实有没有？我有飞弹这玩意儿出来呢，我觉得美国人自己要负很大责任、啊、怎么说、啊？其实它是很多的飞弹是从美军买来的，好吗？这样也会溜出去啊？是的、啊。那这次的也门政府他宣布是什么？是说他们成功破获了一个这么样子，要用飞弹攻击什么？攻击他们的一个随着那个天然气的设施、油库、嗯，甚至有没有对于外国的军舰？为什么有外国军舰？因为在亚丁湾这边的话，有很多的其他的联合国的一些这种专门为了索马利亚布那个海盗有没有停留的一些军舰、嗯？他们说成功的破获这么一个就基地组织的一个团队、喔。真的假的？这么厉害啊？掌柜这样讲嘛，你就好歹让人家转一下这样子有没有？好歹人家有没有就是把他们有没有就是阻止了这样的一个计划？所以他们保护了油库、天然气，还包括外国的军舰，这都是很重要的设施哎、欸，对，非常能源的这个重要的是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当然也有一些其他讯息出来，就说你也门政府有没有这么厉害？有没有美军怎么能够落后于他们呢？对，所以呢，坏跳的美国人有没有就使用了所谓的无人飞机？有没有击毙了那个六名的那个基地组织的这些恐怖分子，就是在当下最近这个恐怖攻击威胁的很严重的氛围下发生的。是的、啊，那个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等于就是一种宣布。为什么要这样宣布？记不记得我们几天前曾经有讲过，说有九个国家的那个什么那个监狱有没有？监狱被劫囚了，然后被劫囚了、啊，然后劫出了很多的原来有没有跟基地组织还有恐怖分子有关的这样子的囚犯嘛、嗯，对不对？当时我们也讲到说，当时在伊拉克的时候，其实恐怖分子。基地组织他们的一个处理的方法，就攻监狱的方法已经改变了。过去的时候有没有就想方设法，想办法要把人翻进去，然后把人救出来。现在都直接用炸的啦，就跟你这个用飞弹一样啊。是，记不记得当时的时候，他们就已经使用了飞弹跟迫击炮，所以代表他们真的有这个武器。他们有这个武器，而且他们是针对一个点，然后呢打了个半天，有没有攻不进去，最后再找个车子有没有，还是用炸。那个所谓的自杀客的方式，激励性有没有？然后把它爆炸出来这样子。那显然就是现在目前基地组织他们所使用的武器，其实已经大大的改良而且提升了。这个是目前美军最害怕的地方。对，没有错。好，但是呢，我们先前讲过，美国面对这样子的恐怖攻击的威胁呢，对方的这个武力好像已经提升了，但这还是明着来的。如果是暗着来的话，所谓的暗箭难防，那才是美国现在更要头痛的。先前是传出来担心的这个测不出来，安检测不出来这种可以把炸弹植入到人体里面的，现在又有一种说法是在担心啊，科技又进步了，有一种液态的一个炸弹呢、啊，可以直接涂在衣服上，等到它干了，它就是一件炸弹，这样会不会也太恐怖了一点？这根本验不出来啦。严俊，也门现在为什么会成为大家关注的这个地方呢？除了他曾经刚刚我们讲说神奇的阻挡的攻击之外，啊、真的、啊，这个很神奇，哎、对，很神奇的阻挡的攻击，因为他必须要掌握情报嘛、嗯，对不对？而且你看美国关闭了24个使馆，居然后来能够锁定说就在也门，就在那里，所以你看他真的监听的这个范围很广，哇，好厉害，很宽广 啊、嗯、啊！但是还有一个原因是让也门成为现在大家关注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讲这个盖达基。
基地组织啊，它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自杀炸弹客，可是它的炸弹都是有一个人叫做阿西里他所做的，这个人现在就在也门，就在也门，他就在也门里面，因为其实啊，他们针对这些有可疑的人啊，或者是这些嫌犯，他们其实都会发布通缉。你现在画面上看到这个就是，这就是阿西里，对，他现在人蛮年轻的，对，他只有31岁而已，你知道吗？这么会做炸弹，可是为什么要特别介绍他？是因为他之前就曾经想过说，哎。我们现在大家对炸弹的认知，要么就绑在身上，对，要么就放在汽车里面。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那就是炸弹。对啊，你身上打开都看得到，鼓起来了就是炸弹。但是如果他能够设计出一款让你看也看不出来它是炸弹的东西，哎呦，这就恐怖了，这就真的很恐怖了。根据他们美国情资啊，他们曾经查获过说，他曾经做过一款炸弹，是什么炸弹？你知道吗？内裤炸弹。内裤炸弹。他把这个炸药啊，用特殊的溶剂啊去溶解之后啊，然后把它变成液态之后，把这个内裤啊浸在里面。就浸在里面，他还真的有人穿了这个内裤之后要到飞机上面去引爆，还好被拦下来，你竟然也可以拦下来，没错，这到底要怎么拦啊？你知道他已经完全颠覆了我们一般对于所谓这个炸药的一个概念，你知道，因为我们炸药认为它是固体的，对，衣服你怎么知道它有没有炸药？没有错，而且现在就发现到说，哎，他不只做这个内裤了，他现在还更在研发，把它弄到衣服上面去，哎呦，哎，就刚刚熊威讲的，哎，我把它泡在衣服跟西装外套、这个衬衫领带全部都泡起来，你看过去就是一件衣服。看起来就是衣服，但是呢，你如果到飞机上面去，哎，或者是到其他地方去，我只要有一根火柴，我就可以引燃了嘛。哎，那当然，美国政府也讲说，像这样子一个衣服的炸药哈、炸弹哈，基本上要引燃造成大规模的伤亡是有难度的。现在还没有那么容易，因为你这个溶剂把这个火药，你怎么知道火药会不会被稀释啊？而且你这样弄上去之后，量可能不多嘛。但是阿西里厉害的地方不止这个，你知道吗？还在研发，完他有研发，而且之前呢，美国也有情资说他。已经设计出那个小型的微型炸弹，而且可以植入人体的皮下组织，哎，那就完全就跟好莱坞电影一模一样，人体炸弹都出现了，对不对？真的很恐怖。对，可是你知道在防范恐怖攻击这件事情，其实世界各国都一直在严加注意哦。怎么说？我给各位看现在手上的这个图片，在前一阵子其实非常非常的有名，这个是一个。这个也是一个，哎呀，手上拿的是一把枪。这是一个英国《星期日邮报》的一个记者，他手上拿的东西看起来其实不像枪，但其实他真的是一把枪，而且他是当时用我们在前一阵子大家很热烈在讨论叫做 3D 列印。我们也有讨论过啊，真的就是用 3D 列印。因为枪支，我们一般对枪支的概念就觉得说，哎，枪的形状就是这样。可它比较特别的是什么？你知道，它在这个 3D 设计图里面，它有15个零件，其中有14个全部都是塑胶，而且你拆开之后根本。看不出来，它就是把枪。但是这个两个记者呢，居然带着这个东西，就直接上了那个欧洲之星的列车。所以他真的上去了，他真的上去，而且还有经过安检。没错，而且他之后在火车上面还组合起来，那就完蛋了。所以你想想看，今天不要讲说恐怖分子，他只是要拿炸弹。如果他今天把这个武器通通都用这种方式做起来的时候，你看真的要做防恐，真的是防不胜防啊。因为呢，恐怖分子这样子打来打去，说真的，真的是还蛮恐怖的。但是同样，只要有人就喜欢这样打来打去，在中国现在也有。一群人在打来打去，但是刚刚恐怖分子这样打好像是个悲剧，但是这些中国人这样打来打去的情况反而是呈现了一种所谓悲喜剧的一种文化。怎么说呢？这就是在中国现在天山举办的这一场所谓的天下武林大会，对武术迷来说应该会很兴奋啊，因为电影里面幻想的那些打架的场景都出现了各大门派。哎，我们就先来看看，如果正常在电影里面我们看到的各大门派交手应该是什么样的情况，先来看看。几位大师，我赢了，少林就会罢手了。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好，大家请大师赐招。这小子战斗力果然不同凡响，我的战斗力只有1000，他起码有10000以上。电影或者是小说里面啊，这些武侠高手的过招真的是非常的刺激啊，武术迷呢一定非常的过瘾啊。但是为什么现在在中国大陆他们在办的这个天下武林大会，就是会让人家有一种啊喜剧的感觉呢？瑞德哥，这个啊，天下武功出少林，真的，少林武功盖天下，对不对啊？所以讲到武术哦，大家第一个想到武侠小说嘛啊、哦。那么这一个现在正在这个中国的新疆。
乌鲁木齐，乌鲁木齐就是乌鲁木齐啊。乌鲁木齐在我们的感觉就是乱七八糟的意思。乌鲁木齐啊，在这个地方所举办的天山哦武林大会。那么各门各派呢，包括少林、武当、空洞，然后青城啦、峨眉，真的拢来了。金庸小说里面门派全来了，十几个门派全部来了，对不对？而且有趣的是，他们都穿制服啊，都有制服，各派有自己的制服，有自己的旗帜，对不对啊？不过很奇怪的是，虽然是穿传统的制服，但是当他们在表演的时候，或者其他门派在表演的时候呢，都不约而同口袋里面拿出一个 iPhone 啊，真的、啊、iPhone 啊手机，然后呢 Samsung 华为，然后那边拍啊录影干什么？所以围观的观众觉得说，哎、欸，这个好像有点穿越剧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武侠小说穿越剧的感觉。哎、大家对武林大会第一个想法是什么呀？对打，对不对？决胜。相互微博嘛，对 啊，但是呢，为了一团和气，所以大部分等于说是表演赛为主，然后顶多就是点到为止这个样子啊，尽量避免。为什么？为什么说避免那个伤了和气呢？因为你如果打赢了我的徒弟，我就没面子了，就跟电影《叶问》里面的意思是一样的嘛，对不对？所以呢，以切磋武技为主，就是我有什么拳术。那么在武术大赛里面呢，最重要是两个啊，一个人家说啊，拳怕少壮。棍怕老狼啊，那以所谓两个，一个是拳术，那一个是器械啊。拳术就是怕棍啦哈，那器械的话就是各式各样的，武威博电子枪上面挖窟窿来的丢了哈，哎，连扁担都算，扁担也有、啊，扁担也是一个功，铁扁担啊，铁扁担的功夫啊，棍击啊，对吧哈？在看他不起眼，结果他的东西就是武器啊等等啊。那但是因为啊，比较像是因为没有对打。哎、欸，不能对跟我们那个等于说我们传统中的这个武侠小说来的华山论剑，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啊，没错啊，哇，射出去就剑气，对不对？好，那拳风还要打三天三夜那种，魔鬼波哈，让人家后来有那个网友跟观众就很不满了，很不爽，不满，感觉上这个武林大会啊，他们用什么形容呢？感觉上这个武林大会好像。社区的老人家在跳那个晨间舞这样子、啊，那何必要把大家叫到天山去啊？因为这个，因为噱头嘛，对，这是有当地新疆的一家报社跟当地的县政府和所举办的一起武林大赛。这样也可以啊。不过有趣的是哦，其实也不要这样把人家奚落到好像无以复加了、哦、真的、哦，因为这种武林大赛啊，中国功夫 Chinese 功夫，对不对、嗯？世界有名啊。这个天山以地方为主的这个天山武林大会之外，还有华夏武状元，哎呦，华夏武状元选拔赛、嗯，然后呢，还有中国武术大赛、嗯，啊，著名的李连杰功夫皇帝、嗯，然后现在很请的那个锦衣卫叶问的这个甄子丹、嗯，对不对？都有人曾经听说都有人参加过比赛啊、嗯。然后呢，啊，除了这些活动之外呢，还包括世界哦，这个咏春拳锦标赛。国际武术大赛，哎呦，很多比赛啊，都可以切磋功夫啊，没错，就像台湾的大学一样、哦嗯、啊。你是台北，啊、我就要台湾、哦啊；你是台湾，我就要亚洲，亚洲就要宇宙环球，然后全世界、啊、越来越多就是啊。哎、刚刚已经讲到国际武术大赛，嗯，还有个全世界华人。武术大赛、啊，对，这都可以办。亚太区的初赛，这个月初刚在台湾大学的体育馆选拔过，就在我们这边有选拔，选出了52位啊，将、哎、在下个月9月22号代表亚太地区到美国去参加复赛跟决赛、嗯。所以呢，只要讲到武术，大家都是非常有兴趣。对，真的，大家都很蛮兴趣。在上一次在峨眉，几年前在峨眉哦，办了另外一场的那个武术大赛的时候，有没有每一个的那个？与会了各门派的代表有没有？也是各门派都来了，各门派都来了。哎呦，穿的像什么？活像是假面超人大战七龙珠悟空，啊、真的啊？为什么、啊、没有制服啊？因为那一次非常夸张、哦，因为那一次是号称叫做 cosplay 的那个整个那个一次具体表现。那是去动漫展嘛？都 cosplay 了。有一个穿的全身是绿的、啊，你知道吗？那个绿的活像那个假面超人，就差那个蚱蜢面具没戴上去。另外一个更好笑，因为那个是来自于那个。华南不知道有哪一个门派的那个一个代表，他穿的就你记不记得七龙珠？七龙珠很有名、啊，悟空你知道吗？啊、悟空他的头发第一个头发就已经很像悟空了这样子，然后另外他全身穿了一个红色的这样子的一个那个武术的衣服哈、啊，这样子、哦、就穿的就像孙悟空似的。对，中间更好笑，中间的话还有一个圆圆的一个古字，代表他门派的那个字哦。你知道那个龟派七龙珠是不是一个就是这样子、啊，对不对？他是他们的一个古字在那边、啊，然后就非常好笑，仿冒的，真的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反而变成了一个娱乐的一个项目。而且刚刚我们来宾有提到，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武术大会，我们就让大家来解释一下，帮大家来解惑一下，知不知道到底现在啊，这个要
真正的这个比拳脚功夫啊，已经不是像以前这样，或者在武林这个以前武侠小说写的这样，一定要打个头破血流，倒在地上吐血三天三夜，这样才算赢呐、啊。现在呢，就是连套路的表演，其实也是一个啊武术竞赛的一个规则了，对吧，于大哥？对，其实武术是源远流长的东西啊，嗯、像这几个门派在那边表演啊，其实是有点像是侮辱了武术，这样叫侮辱了武术、啊，就没有真正把这种武术精神给发扬出来。可是他们很认真哎、欸，他们那个各个派的衣服制服都有哎、欸。对，你要知道，光是一个套路，它也可以表现得很好的。哦、你像过去汉朝鸿门宴有没有项庄舞剑，志在沛公？哦，那么项庄他表演的是什么？他就是一套套路的表演，在这个鸿门宴上面表演，他就自己在表演。对，所有人看了以后会觉得哇，非常惊讶。这件如果刺过来，可能刘邦就完蛋了。哎呦，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套路来讲是有它的一个威力的。那唐代的时候有一个叫公孙大娘的、嗯、就是唐玄宗的时代的时候呢，那杜甫特别为他写了一首诗，他还是看他的弟子表演而已、哦嗯、他就想象说公孙大娘，然后里面就讲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气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九低昂。哎呦，不过就是表演而已，表演一个套路、嗯、他所展现的那个强悍而美丽就可以震慑很多的人，没错。那同样的，你看像这个东西在近代的这个武术里面，为什么要把这个套路给发扬出来？因为第一个它没有杀伤性，可是它的艺术表演的成分，还有那个动作的精准度，它是可以去让人家看的是觉得很震撼、哦。所以就是要跳脱大家以往看电视电影的印象，不是说真的拳脚一定要对打才是武术表演。拳脚要对打，那是另外一个形式，那是另外一种，那个叫做散打，啊、或者叫散手。这个是套路的表演，对对对，也要看得出的这个诀窍。套路的表演就有它的一个力道，还有它的一个艺术成分在哈、嗯。那散打这个部分是比较有趣的是，民国十七年的时候，那时候在中国就举办了第一届的、这个、民国十七年，民国十七年，对，就办了第一届的这个武术国考比赛。武术国考，国考，国家考试，这是国考、啊、是认定的。考完是公务员的意思吗？所有的没有，就是说你具有这个武术的资格认定。哦、啊，那这个资格认定里面呢，各路好汉都来，不分年龄，不分职业、啊、也没有任何的护具，然后大家见到面鞠个躬就开始打，就打啦。打了以后就死的死，伤的伤啊，死的没有了，就真的真的受伤了、啊，真的受伤以后就举行第二届，民国二十二年举行第二届的时候啊，大家就开始在那边场边跳跳跳。因为不敢打了，不敢打，因为打到受伤嘛，就开始跳。第一届的时候伤太重，第一届伤太重了，第二届就变成这个开始啊，你要带护具啊，你要怎么样啊？就有些规范，一直演变到现在，这个散打就做了很多的规定，你要戴头盔，你要戴各种的护具，然后时间也要缩短，因为你知道在第二届比赛的时候，一场比赛打了一个多小时啊。这个跟小说一样，大战三天七十二回合，这样这么久啊，打不完啊。那现代的比赛啊，三局两胜制嘛，哦，才刺激啊。一局比赛你打个两分钟也就差不多了，跆拳也是这样嘛，两分钟就可以了，你就可以展那两分钟就可能会让人家吓得半死。这里面你就有很多的远踢、近打、贴身摔各种的那种武术的动作就展现出来。真正高手哦，一招半式就可以把你给撂倒了啦，不用在那边花拳绣腿打很多。那不是真正的高手，真正的高手没有人要打上那么久了，那是为了电影好，为了艺术表演才让我们看到说哦，飞来飞去打来打去。真的高手的话，这样他们会觉得很丢脸啊，真的很丢脸，只要半招就把你给撂倒了。哦，好，所以呢，这边就告诉大家，其实呢，看武术表演或者是真功夫要比赛呢，还是有差别的。而且呢，刚刚的来宾讲的说，不能是花拳绣腿，也在跟人家讲说你会功夫啊？为什么你要教人家功夫，一定是要有这个硬底子真功夫的？因为在网络上呢，我们现在就有一个新闻啊，传出来一个阿兜啊，他教人家踢跆拳，要表演跆拳道，结果呢教的不好，功夫的底子不够深厚，结果他教出来的结果就是呢，哎，让小孩子被那个痛哭了。怎么说？我们先看这个新闻。小朋友们看好了，老师真的有练过。阿贝手上这块木板，我砂锅般大的拳头给他破。奇怪，可能是高度不太对。来，你拿低一点，我用飞踢的。回旋踢还是破不了，一定是拿的人不够力，我多叫一个来帮忙。
看吧，老师是真的会啦。哎，小妹妹你怎么了？啊，被木板碎片打到了。拍谁拍谁，乖乖不要哭啊，老师等一下特别训练你。这个妹妹一定会很痛恨跆拳道这项运动啊，但就是要告诉大家，你要教人家拳啊，底子真的要够深厚啊。现在呢，其实呢，在这个中国大陆就有一名的武僧啊，打遍天下无敌手，而且都是上电视打遍天下无敌手。不过呢，也因为一场比赛莫名其妙被 KO， 所以又引起了这种在体育啊不敬业啊、阴谋论啊、贪污啊，类似这样的大丑闻。到底是什么武僧呢？就要问仁俊。这个武僧他叫做刘义龙啊，义龙啊，义龙，大家都叫义龙，义龙这样，义龙兄啊。那他之前呢，他一直对外声称，他就叫所谓的少林寺的俗家弟子啊，俗家弟子，俗家就不是真的在少林寺里面修炼，那跟食神一样嘛。对，但是他一直有打着少林寺的名号。那你说他真的没有真才实学，似乎也不是，因为他曾经在广东佛山，佛山你就很有兴趣，大家知道叶问、黄飞鸿都那边来的嘛。没错，他在佛山那边曾经参加过擂台赛，而且拿到75公斤级的冠军，就真的打过擂台。实际上是有货的，而且后来呢，这中国大陆还办了一个叫中泰的这个拳击赛，他还把那个泰拳的那个拳王给 KO 掉，哎呦，所以感觉上是很厉害，有一点，没错，有一点这个两把刷子。结果去年的时候，他就到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啊，去跟一个美国的这个拳王对打，就你现在看画面上都已经上电视了嘛，右边的那个穿长裤的那个呢，就是那个我们等一下，他是站着被打没？他是站着被打，刚刚就是站着被打。我跟你讲，这个比赛大家觉得很奇怪，你知道吗？左边，你看，这是一开始第一回合的时候，其实你看他脚步还非常的快哦，而且他右边的那个，现在就是那个穿短裤的，其实是美国拳王，他也打过很多场拳击赛的冠军哦，所以你看一开始的时候，双方一来一往，这根本是木桩啊！可是他的第二回合就很怪，就变这样子，因为他第一回合还在那里跳啊打，但是其实他没有拳击的底子，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一回合，其实你看这个美国的拳王动作也很快，可是他突然到第二回合的时候，他突然也不打也不挡，就站在那里要当沙包哎。也不知道是同人阵发挥的还是怎么样，就站直直就站着被打。而且你知道吗？总共被打几拳？5拳 KO。哎呦，5拳他就倒下去了。这样中国人的面子都被丢了，怎么办？我跟你讲，中国人最厉害就是还会帮他找这个理由跟借口，真的有理由的。因为大家觉得说他。毕竟曾经也打过冠军嘛，是不是跟霍元甲一样被下毒了？不是不是、啊、不是啊，他的理由是说他义龙啊，义龙兄啊，应该有练过金钟罩铁布衫，他是在实验啊，对，他其实是有硬气功的底子哦，有可能。结果没有想到他练的这门功啊，罩门在头顶啊，真的就被打到了，打到、欸、有可能有可能，不然怎么可能连反击都不反击？就是打身体没事，但打头不行、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有人揣测说，那他是不是？搞不好这个美国拳王才是世外高人。哎呦，他其实功夫比他更好啊，所以被打输了啊，也没话讲。但有第三种可能啊，就说，因为他在其他比赛这么能打，怎么在这边一五拳就被 KO 掉，就倒了？是不是跟赌博有关啊？又有这种阴谋论，就有传言就讲说，他搞不好收了100万，100万怎么没人讲？就有人在网络上 po 文，他收了100万。但是如果你是收了100万美金，换算成100万的这个人民币，你换算成美金也不过就16万而已，好像划不来哈。不，这个比赛的奖金也没到这么高，那哪个傻子会出这么多的钱叫他去输这场比赛呢？而且他们也去计算过，如果要用这个16万美金。进去让他输的话，那个外盘可能要到500万美金的输赢，所以很多人觉得说这是不太可能。但是这个事情就引发另外一件事，你要少林寺跳出来，哎呦，他不是我们的弟子，就赶快说他不是我们的人啊！哦，我们去不会输，就是哎，真的有这样子。其实他是第四房的，我跟你说他的第四种可能，他是少林36房里面木人像。不是，可是笑哥怎么你都这么有研究啊？对于这种，因为我有看邵氏的电影啊。好好好，所以挑战新闻到这边呢，再请大家稍后片广告回来，有一些乌龙的事情呢，继续来探讨。就是不只是练功夫，你要练的纯，底子够深厚，你盖房子啊也要有心得才行，不然呢，到时候就求很大。怎么求法？盖了大楼没电梯啦，马上回来。好，节目一回来看到圣烛的时间，要告诉大家，历史上的今天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建筑啊，在这一天完工了，一起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1173年8月9日，意大利著名的比萨斜塔在今天破土动工。比萨斜塔位于意大利托斯卡尼省比萨城北边的奇迹广场上，建造的目的是要当作比萨城大教堂的独立式钟楼，但因为
愈来愈倾斜的关系，现在反而成为意大利最重要的地标之一，同时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为世界遗产。不过大家最好奇的就是为什么这座塔从施工到完工花费了将近200年的时间，最后还是盖成倾斜的呢？原来比萨斜塔最原始的设计当然也是垂直的建造，并没有让它倾斜的意思。就连欧洲早在14世纪开始就有对倾斜的原因提出了争论，但一直要到科技进步的现代才能用测量的仪器提出倾斜原因的证明。原来是在建造的初期地基就偏离了正确的位置，加上地基下的土壤成分分布了许多不同的材质，才会造成负重不同、愈盖愈倾斜的情况。在1990年的时候，因为倾斜太过严重，比萨斜塔一度暂停开放，直到经过11年的维修之后，才重新对外开张。专家评估，维修后的比萨斜塔可以再撑300年都不用担心倒塌的问题。当然，很多人到意大利都曾经参观过比萨斜塔。我去参观时，走上比萨斜塔，还真有些心惊胆跳的感觉。挑战新闻，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好，同样这种可能是建筑的乌龙啊，现在就活生生的发生在西班牙啊，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怎么说？一栋摩天大楼啊，非常指标性的大楼啊，一定是大卖，非常重要的一栋楼，盖都快盖好了，竟然发现没电梯，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啊，任俊哥？对啊，其实如果要看一个国家哈，其实你知道建筑物通常都能够代表一个国家，没错。你知道，尤其一盖大楼，通常就能够展现国力，不是大家会把它当成一个象征啊，一个指标嘛。这个事情就发生在西班牙，因为西班牙之前有金融危机，没错。那他的这个政府为了展现说好，我们已经安然度过金融危机了，所以我们就决定盖大楼。盖什么盖呢？还要盖高的？哎呀，盖高的，他盖了一个双塔，就你现在画面上看到那样一个双塔的大楼。但是这个大楼呢，其实一开始不是要盖成这个样子，你知道，它一开始只有20层而已，而且呢，这个大楼盖了10年，因为中间还换了一个银行来盖。好，结果盖了之后呢，这个新的这个银行啊，他就想说，我要盖大楼，要有气势，要盖高一点，要弄高大的才叫。所以他本来从20层楼把它弄到47层楼啊。我有，那真的是摩天型大楼。而且它的房间数目啊是269个啊，这个数字最近在台湾很敏感。这个2269啊，这么敏感啊。那这个房间盖完之后，大家就说拼命盖。你刚刚看到画面上那个已经都快盖完了，都快盖完了。它已经盖了多少？94%，几乎要完工了。要完工，结果呢？现在，而且我跟你讲，最好笑是他还卖了房子，已经卖。已经卖了80户出去了，因为预售屋，没错。结果大家越高楼越贵，没错。而且大家来看房子，哎呀，这个视野好，景观好 ，view 也很棒。我那一定是看那个预售屋的那个展示间、当然当然。结果去看实体屋的时候，大家觉得怪怪的啊，怎么没有电梯、要上不去是不是？就大小强去看房子上不去，你知道吗？后来大家就赶快把设计图找出来，不对啊，怎么会？原本20层楼高的时候是有电梯的。然后呢？因为扩充之后居然就忘了画电梯，把电梯画上，因为他不断的扩充房间数嘛，就想要让他住更多的人嘛，所以就把电梯给擦掉了，这样子、就神奇的消失了，就变成鬼电梯。那现在怎么办呢？所以现在就很麻烦，大家就想说，那你现在怎么办？你又不可能去变更内部的设计嘛，也有人就提出来说，那我们是不是从外面看有没有空间外挂一个景观电梯，还搞不好可以解决。这也只剩下这样子的一个方法来没错。但是真的就没有办法想到说，既然盖房子可以到快要盖完了才发现这么大的一个乌龙，给大家做一下参考。今天非常感谢各位来宾的一个参与啊，我们挑战新闻下周还有更多有趣的话题带给您，我们再会，拜拜。